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全都卖给你。有庙会，我想出去看看。庙会人多，你我出宫不便，还是算了吧。好吧，儿臣遵命。怎么啦？新年是件开心的事，可不能嘟着嘴，不然来年会运气不好的。儿臣知道了。那喜欢吗？嗯，虽然去不了庙会，这是我托你师父呀从庙里特意给你带的。谢谢母后。喜欢这女人啊，我买给你。青菜，来看看新鲜的青菜。眉头紧锁，心事重重的，就看着这泥人高兴了些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全都买给你。以前都是你送我礼物，我从未回过礼，今天就算我回礼了。老板，哎，快来了。这三个泥人怎么卖？老朽不卖泥人，只卖泥，二位只需给10文钱。便可自己在这捏泥人了。好，看上去是有趣的，我来试试。那